算了，小弟不敢冒这个风险。不冒险挣哪的钱呢？说白了，我们两个就在中间吃点胆大的中介费。好，你让我再好生想一下子都。哎，怕啥子嘛？顺发公司又不在本地销售。好，你等我的电话。啊，张总，你来了。啊，你好，你好。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林志奇先生。哦，林先生，你好，你好。基本上决定了，可以。抽烟。你们二位老师真要这么搞，我也并不反对，只是风险太大了，千万要小心了。这帮搞假酒的人都有黑社会做后台，你们千万不要偷鸡不成蚀把米哟。啊，林志先，钱是你的，你要想好哦。我早就想过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绝不会下趴的。嗯，沈老师，这个钱就不要林师傅出了，董事会研究决定，钱由我们公司支付。张经理，非常感激你们对大家工作的支持，你们公司也有困难，钱还是由我来出。林师傅，你查假酒端黑窝是为哪个？是为你自己，不是打击伪劣产品，是我们商界的共同职责。这个钱一定要由我们公司出，你就不要争了。李三哥，张总是个耿直人，从来说话说一不二，这个钱就由我们公司出了。哎，好，张经理，香港长途。哦，我马上来。二位老师，你们这次跟他们打交道要注意两点，一是注意政策，二是注意安全，万一有啥子急事马上找公安局。哦，对了，最好事先和他们联系。凑来凑去，刘伯伯，这是谭大师的原版磁带。兄弟，太谢谢你了。啊，兄弟，你能会讨老汉的喜欢喽。这风流出。刘伯伯，这是我啊专门给你买的，带在身上啊，随时可以听传戏。年纪了，我这个儿媳妇啊。真是比你还巴适哎！老汉儿，你乱说些啥子嘛？咋个乱说啊？大局一定，这是早晚的事嘛。婷婷，你太懂老人的心了。我怎么感谢你啊？哦，我一定要送点礼物给你。刘伯伯，没有礼物给你。哎，哎哎哎哎，走。我来帮你捡。用不着，我自己来。我来。我自己来。哎呀，妞妞，去打酱油。谁？我自己来。来，用不着你来捡。哦。兄弟。啊。这是牛牛送给你的。哎呀，牛伯伯，这咋好意思嘛，硬是哦。都是一家人咯，还客啥子气呀、啊？
猪脑壳都端进庙子了还拒绝吗？开口老刘完成了，啊，参会。啊，真的呀！这位是，哎，李成功，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这位是顺发公司的沈大昌沈经理，沈老板，这位。二皮，你就叫我二皮。哦，他就叫二皮，二皮就是他。哈哈，沈经理。哎，别动！小姐，刘小姐，哎，经理，你这里有几根头发，很不雅观，我帮你染了。沈经理，你真会开玩笑。李成功，他这是在搞啥子名堂？哎呀，他有洁癖。本公司从来都是做大生意，小打小闹赚不到几个钱。林志清先生对本公司的情况比较了解，李先生，你给二平先生介绍一下本公司的情况。二平，我给你介绍，他们顺发公司有的是钱。哎，林强哥，你不当三岁娃儿在兜说，我兜你干啥？他们就全靠卖假酒、假烟、发家的，你怕啥子呢？既然如此，我怕个屁啊！沈经理，你们要多少？要做就要做大的，这种酒我起码要300箱。爷，你又说硬是大，我手头没得货，咋个办呢？你问我还问你呢，要是没得现货，这笔生意就做不成。货总是有的噻，二皮，想点办法，帮忙找一下。如果是你的货，我们就把货款汇到你的账上；如果是别个的货，我们会把你的点子收购的啊。嘿嘿嘿，最好是现金交易。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让我好生想一下吧。反正我们还可以另外找人请货。我下完一个会，你想好了跟林先生说一声啊。哎，是你的，是你的。做到嘛？做到，做到，做到，做到说，做到说。哎，请坐，请坐。沈经理，我给你找个大老板，你直接跟他两个谈。我的货都是从他那儿进的。哎，到时候你把钱带够就是了。那还用说？我早就准备好了。看你说的，没得想做啥子生意呢？好，说定了。明天上午10点西德朝楼见。开水来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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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下女儿来。我也没给你保管，我咋个晓得啊？我就放在床头的抽抽头，不得哪个晓得？不是你拿的，是哪个拿的呢？哎呀，何天冤枉哦！我一个男人家拿你那个玩意儿去做啥子嘛？好生想一下，是不是你的街上去炫耀不小心掉了？哎，我上街只带过一回的嘛。擦点水嘛。哎，时间都到了，他们咋个还没来呢？哎，这些人鬼得很，他们绝不会想。拿他们的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晓得不？我咋个有点心虚呢？哎，虚啥子嘛？不要怕嘛。这伙人手毒心狠，要是识破了我们的计谋，对不得牺牲了。怕啥都不怕，大不了就洗白了。你洗白了倒不怕，我还有婆娘女儿。那就打下只有我生了嘛。你这身排骨能顶到得出啥子？那我就只有挨嘛。那我就去喊。我跟你说嘛，临阵打蛇脚锤，死了都是个胆小鬼。你不要吓我。他们来了啊！来了啊！哇，文琪，文琪，好，文琪，我尽量争取，我文琪，我尽量争取文琪。你个偷摸又稳当摸，是，哎，二皮，有文琪没掉？我就来文琪，黄老板，你也太多心了嘛。你看人家只有两个人，没得啥子变警察，时间都过了，走过去嘛。你先不要紧，观察再说。他们要是没带钱来，哼，不是让我们白暴露自己身份。他们要你定金，你带来没呢？你吼啥子？太累了，你生怕人家不晓得我们身上带多钱嗦？哎，带来拿给我看一下噻。哎呀，你还先不跟我说？老子看一下嘛，老子看一下噻，看一下。你还先不跟我说？你鸡皮落眼，我还是不跟你看。他们早就来了，为啥子不过来嘛？肯定是不见真金不如真神，财不外露，几十万现金被着抢了咋个办？唉，舍不得娃儿咋逃到难呢？不是你的娃儿，你当然舍得。你只拿起出来我看一下，不要我负责嘛。哎。你给我说信用。行。你哪个是你的？你们来得早啊，这位是黄老板。小姐来两碗茶。来了。
坐坐。他是个问子，烟了打了咋的？陈经理，请回。啊，请回，请回，请回。何叔，请回。哎，有个头发。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黄老板，钱我们带了，货呢？货在大老板手头，先付定金，然后电话通知取货。能不能提前一天告诉我们，我们好准备车辆？哼，都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咋个不懂规矩？哎，顺发公司从来都是别个送货上门的，今天沈大经理亲自出马，算瞧得起你们了。咋个，信不过着？那沈经理，我们走。哎，你大哥，你大哥，你大哥，你做到嘛？你千万不要误会。现在风声确实太急，黄大哥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的嘛。沈经理，你们到底要多少？300箱。3000箱。30吨。能一次交货吗？每次交货10吨，3次付清。沈经理，本身市场已经饱和，你能销得出去吗？这是我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光东北几省就20几吨，还不说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你这点酒恐怕不够销。好，先付10万定金，3天之内交第一批货。10万块钱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个小数。王老板，你总得帮我出具个手续吧？你放心，本公司有手续。手续？哎，做生意凭信誉讲义气，人家黄老板是个爽快人，你就把定金给他嘛。不是他的钱，他当然大方我。各位来宾，各位同志，各位领导，今天川剧团为我们免费提供这个舞台进行彩排，我们请来了音乐学院的杨一鸣杨教授，哎，大家欢迎。杨教授立志改革川剧，在各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我们能请到杨教授感到很荣幸，还有那么多朋友支持我们搞这个川剧，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哎，还有一些戏迷朋友为我们添置道具服装都助了力的，哎，这方面都无私给予我们援助。好，下面我们的彩排就开始了，谢谢大家。好，
哈，厚待大人，厚待我中来。这中午是不是交货呢？嘿，他们以为警察中午要睡觉的嘛。哎，会不会有鬼哟？当然有鬼，不然为啥子约我们到荒郊野地的竹林湾呢？哈哈。头戴一顶花花巾，崭新；身穿绫罗，色色新；光身三年度，本得家信；我聪明，方知家福。叫林真，嘿嘿，关真，关真。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冷，收拾书箱好过年。万一他们人多把我们钱抢了咋个办？我没来过，不讲兔子不撒鹰，看不到红不给钱。干这种事肯定有风险，我们要做好鸡飞蛋打的思想准备哦。哎呀，我好不明白的老家伙啊，好不懂事的老夫人呐、啊，你儿有什么学问？读什么文章？这太憋死人了！快！听说是啊。要读文，心儿如刀儿鞘，读文对路的最真法，全家。听书见老师们，不敢管来叫走花白心寒人落逍遥。唐子，嗯，你给我滚下来！嘿嘿，曾夫人倒是有何贵干，请我中路。你把老娘的金项链偷去送给那个女娃子了，说。说呀，回去说，回去说。啥子回去说？我叫人打到大家说。打到大家说，叫大家说，外面成为外人，不是我儿媳妇了。
啥子儿媳妇？哪个承认她是我儿媳妇？你不承认我承认，人家婷婷温柔体贴人，你不喜欢我喜欢。那你跟她结婚好了，我们牛牛只喜欢文文。你乱说！你才乱说！牛牛亲口跟我说的，他心头只有沈文文。他心中只有沈文文呐、啊。婷婷，婷婷，婷婷，哦好，哦好，浪的呱你呱呱又打难喽，前面有人拦车，怎么办？管得他的，要冲过去。哎，是沈经理哇？啥事啊？交货地点临时改到南门大桥，他们叫我来给你们带路。嗯？嗯，那就上车嘛。坐好。从这里火车没得问题吧？万无一失。我坐的是运输公司的车，装车的时候我陪司机吃火锅，他们根本不晓得火车从哪儿来的。来了，他们来了。你们两个下去，我就不去了。陈代表又走到一起了呢、啊、既然是老熟人，生意就好做了。那还用说啊？钱呢？钱带来没得、啊、那用说吗？货呢？看了钱马上就发货，这样子说就不亲热了。你货都没发，把我们喊赚噻？我看不到你的货，你也看不到我的钱。你们没得诚意，不拿钱买啥东西哦？哪有不看货就拿钱的道理啊？不拿钱你们干啥子？来龙子耍一耍？啥龙子耍？别龙子耍了，这搞清楚嘛、哎！不拿钱你，既然大家能走到一起，这是缘分，何必为了这点小事伤我和气呢？你们两位说的都有道理。我看这个样子，既然车都开过来了，就叫顾老板。嗯，顾车的老板把车开过来算了。那都开过来噻，要得。现在可以看钱了噻，你去把钱拿过来。嗯。钱三，啊，你看货了。
林志清这个人就是把戏，买猪肉都要亲自跑到农村去收购，自己宰杀，生怕买到猪老嘴里。陈老板，你才买过猪水猪肉哦。沈经理，你不是也买过假酒的啊？哎，他们在这选些啥子，咱们抓紧时间快点。嗯。哎，郭老板说要抓紧时间。回来了。有有。嗯，我过去啊。嗯嗯，叫你们司机把货送到我们公司去。官方三车九百箱，27万元，付完钱再走。好，你先睡好吧。好。你的假金币呢？拿来买噻！不给，不客气。走，陈振彪，你机会了，第三回儿，走。把他们带走，是，走，走走。他们肯定把我们恨死一趟去。他这么怕，动物园老虎那么凶，还要管弄弄头的吗？张经理，谢谢了。应该的，应该的。再见。哎，再见。上车了。I'm losing one tongue or two.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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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Come on, baby, now. We can work it all out. You know your twist so good. Wonderful. You know your twist so fine. Yes. Come on and twist a little closer now. Show the world your mind. She got me moving all over. Oh, the weight is on my shoulder. Girl, if you can't be my lover, oh, what should I do? Girl, I'm talking. Take it down, my ball. Just keep on moving, baby. Miss me loving the way you walk up your body.啊，哦，他没有回来，啊，堂子，来喝点水。哪个的电话？李婷的。这个骚货，他打电话来抓子。哎，你不要发脾气嘛。他说金红牛演出完了就没见到人，问他回来没得。哎，他这个娃不是搬回来住了的嘛，又跑了。哎呀，老汉儿，我快去找一下。嗯，叶总，走嘛走嘛。文文，你有啥子你就跟我说嘛，你说嘛。这是1200块钱，谢谢你替我交了学费。文文，你这是啥子意思吗？没得啥子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丽婷她是个好姑娘。我终于明白了，你现在是大学生，我配不上你了。你不要倒打一定耙嘛。我也不想跟你说啥子，你也不要做解释了，请你收下这个钱。这个钱我绝不会收，也不会数，我晓得一分不少，现在我还没穷到这一步。那好，我先把这笔钱留到，到时候我一定还给你。文文，你不要这个样子嘛。看嘛，哎，文文，娘娘。